手指头。那你的桶子里面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。那你要每个都吃，不然你就会吃到哪一个。真的是。啊！炸开了。我会一直记得那个是31到30。摸到它就啊，放掉这样。那个区间的人有在看这个直播吗？说不定他们这五个都不在。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平常直播比较晚，今天比较早，反正大家都在上班。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我们到底抽到谁。命运，命运。刚有人说下班了，刚下班，5点就下班。好，5点就下班，好好好，5点就下班。是你们太晚下班，还是他是什么手摇椅？手摇椅5点下班？那有什么？林一，你都没有给镜头看。我有吧？有吧。观众眼睛是雪亮的。再放开抽，再放开抽。还在验票，还在验票，还没开。他们的那个，如果两场都买号码也是不一样的，会不一样。因为两场都是随机给的。那个水是不是做好了？好啦，你要看吗？好啊，我去拿。怎么这么多张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多张啊？还有那到底有几张？你刚在那边折星星，弄超久。提早看幸福水。幸福水水，你不是有一个月不是叫幸福水水，好像叫什么水？有一个月不是某一个月它的水为什么姐？是不是某一个月的水的名字不叫幸福水水？某几个月之前不是有那个说变很小瓶那种吗？对，那个叫光影水，光影水听起来很竟然有毒，它有写幸福水啊。他旁边那个品名那里 幸福水水，哦，真的耶，就是幸福水。我以为只是我们这样叫他，结果他真的叫幸福水水啊。他也幸福水水啊。我以为，我们回到幸福水水，因为他终于没有因为选举而缺货了。单子见很大，幸福水水来了，欢迎你们。给你们看少彤，看妹妹，厂商做完选举单，幸福回来了。从2023年开始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厂商在做选举的时候不幸福。笑死！他预知了全世界的幸福。4个01，对，现在有5个01。我们现在有5个，我比他们人还多。哎，对，了不起。你们三个人，我有5个，哦，我有4个。那拍你拍照那天，我真的就是看你在那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而且我很可爱啊。当天，而且我衣服有2套是跟别人借的。临时想。就是讨论上面是不是这一套跟这一套？是这一套跟这一套啊？这是两猜错一套，可恶！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，感觉很选举。那个比什么动作？赞。2号还是一号？一号这样。01号，从头到尾就是01。好了，我也好了。洗牌，加护士吗？不用吧，为什么谁都知道31到30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有作弊嫌疑，快点，谁要31到35要不要收买我？要不要收买我？反正大家他也不知道31到30有谁啊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好啦，即将开始你们的命运。那从哪里开始抽？抽14。14，好，第一抽14。
先要往下吗？往下抽吗？还是15抽到20？对啊，好，15，15抽。你们14中了吗？14，那是不是中的意思？中的意思。如果已经哭晕的话，应该是中了。有要求就好办，没有要求就难找。没有要求，然后买了一个说哦我不吃。对啊，就是之前就有买过那个，比如说买芋泥蛋糕，就有人不吃芋泥啊。哦，我不吃芋头，我也不吃。什么意思？但我不记得我有收过芋头蛋糕，所以不是我。但我不记得我有收过芋头蛋糕，所以不是我。也不是我，我也没有。12月，你还记得哎、欸？记得、啊。那往上吗？到十。几个到？好啊。到。13到10哦。13到10，好，13到10。13，第13抽。大部分都不吃芋头。不会啊，芋头好吃啊。我只接受芋头蜜芋头。很甜很甜，完全没有芋头味的那一种。芋头蜜，芋头煮糖水。芋头煮糖水。嗯，就是蜜地瓜的芋头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它超甜，然后没有芋头味，我就可以接受。那你吃的不是芋头啊，吃的蜜啊。但是它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芋头啊。还算是我只吃那个芋头的包子。芋头包。芋头包子色的。哦。你说芋头色的包子吗？对，芋头色的芋头色的包子，所以里面没有芋头。哎，有吧？里面是芋泥啊。哦，那种。那种是二，甜甜的，12抽，甜甜的。他说老人比较喜欢芋头，软软的那。因为很是很传统啊。我妈妈很喜欢芋头。真的年纪没有差那么多、哦，我妈应该，我妈应该也喜欢这个。第11，所以哪天等到你们知道自己，如果哪天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吃芋头，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吃芋头，代表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吃芋头的时候。第10抽，1到40。那2月带蛋糕有什么要求吗？2月啊、哦。至少你个人对蛋糕有什么希望？我个人对蛋糕奶油不要太多，奶油不要太多会胖。
我不喜欢奶油。好像刚才还有一个月的谁也是不吃奶油的，然后我们就只能找我吃奶油，我吃拉慕斯蛋糕，只是我没有很喜欢奶油慕斯类的。我可以，不喜欢太多水果，不喜欢太多水果，我喜欢水果，我就帮你买那种很传统的，因为它上面全部有的都会堆那种什么很多，然后奇异果什么。我知道，我去帮你买传统的布丁蛋糕，然后布丁就要给你加两层，里面都要加水果的蛋糕，就是纯布丁蛋糕。嗯，超高帅一点嘞，要不然你就九二十一八二十三这样做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吗？一样这样子？哦，也可以啊。好，第九抽，在贴上去之前，他们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。是的，贴上去就回不去。对，掉下去就上去了，那个胶粘，上去就下不来。对啊，上次有人贴歪，然后就整个歪。不喜欢水果就懒得吃，没有好吗？哇，一到五九。不喜欢水果为什么会是懒得吃？我就觉得上面的那个水果，你是不喜欢罐头水果还是不喜欢新鲜水果？如果你是说罐头水果那种樱桃那种的话，那我觉得你觉得蛋糕上面有水果很奇怪。很难切，哦，原来是很难切，很难切，那算懒吗？有点算吧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在蛋糕好切的情况下，它里面有布丁，那可不可以直接买一个那种很简单的菜市场60块的布丁蛋糕给你吃就好？这个菜市场60布丁蛋糕，我再找图片给你。第八抽。就是那个布丁蛋糕很好吃，它下面一层海绵，然后上面就是一块布丁这样，还有一块焦糖这样。啊，我好像知道。就长方形的，通常。我好像知道。对，然后这在抽什么？这在抽一二月的生日会。现在抽22抽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86了。先把水果全推下来再切。啊、哦，切完之后再加上去。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反正蛋糕切过之后都长那样。嗯，因为有时候就是蛋糕漂亮，但是切完就是切到一半，它会突然长很丑。我不喜欢那个过渡性的蛋糕。那还是我帮你直接买它切片好的，然后买一圈这样。好像很棒哎、欸，好像很棒。连切都不用切，每个口味都不一样。哦，那这样子做到哦。如果你不在乎长相的话。那会不会其实大家比我还在意？他们说拍起来不好看，感觉会啊。他们是拍你还是拍蛋糕？讲清楚了。现在是23，23还是23？对，19到120。还在厕所，安姐好好抽。好可怕。没什么人对焦在蛋糕上面。对啊，有啦，我们上一次有一次生日会的照片拍回来，对焦在那个蜡烛上面，就诗雅他们那一次。可是切片就很难插蜡烛。切片就插在某一块上。对，插在某一块上面。第六抽。就那个蛋糕的蜡烛就全部都在后面，或全部都在对前面这样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你们228那天可以吃到两个蛋糕？对啊，我们连着两个月的生日，通常都会有两个蛋糕，但通常我们都分不太到，因为工作量很多。工作量有这么多？可是有时候一个月你们也是分，一个月也是分。对啊。那有两颗不是应该要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应该每个人都可以知道。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看到有很小一块东西在那里。很小一块，可能那个月寿星比较会吃。到哪了？24吗？对不对？我刚刚说是26。嗯，因为你们是以10为界限往上往下。OK。哎、欸，我们差点一样哎、欸，116120，差一点。没有默契。24，
怎么了？我刚抽出来了。你说在那个吗？还没有出来那位现在出来了。对，就在刚刚。所以现在是五第五抽，五一到五五。没有抽到的一次，是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二月生日会？有没有看标题啊？标题就打了，各位，好凶哦！各位，生日会，不然这个每个月都在重复的东西，怎么会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生日水？你重复了四年了。对啊，重复几年了？看到这个版还会是什么？四周年的位置，四周年的位置，不要，我要抽几百个，我亏他。好，25，抽完是我要排位置啊。25，还是见面会的呢？见面会的位置，见面会的抽。没有，见面会凭票直接排队进场。真刺激。好刺激！再抽第四抽，第四抽，五六到六十，三六五六，好刺激！谁还没有抽到？你不要掉到林姐的盆里面。哎，你的声音还没出来哦。我的声音还没出来。二十六。可以站起来，蛮好的、啊。生日快乐！不是星星的人都很希望星星出来。你说这个时候吗？星星也可以留到第一啊。说不定零一开始就盘算好了。其实我知道31到30是谁。原来最好是哦。我都不知道谁，怎么会知道？中间有到很远吗？不会啊，都不会很远啊。其实我觉得都不会很远。对啊，因为它是窄宽，是跟以前的场地不一样。以前是它比较像以前其实 Oh My God 这种窄当宽，然后对，至少不会是你们第一次生推那个。那个场地太扯了，太远，超远。那个排到14排还是15排去？那个很远。还有我们就这样嘛，然后我们还看到你们就跟幸福水晶吧，对我超黑，我超黑，我那个照片全部都超黑，然后林杰又，说什么？二十七。对，我不知道是谁。
鼓腔。不会，有参加到那一场的都是。你们是不是目前经历过最多场地的？应该是吧，应该是。那个咖啡厅，然后奇奇欧买，咖啡厅之后有一次奇奇欧买咖，然后之后是维特空间，维特空间，然后又换到后台。维特空间我好像没有啊，他是二月，一月没有。那可能二月最多。嗯，好像四月也是每次几乎都不一样位置。是，有一次是乌梅，乌梅啊，乌梅啊，对，乌梅忘记。啊，是啊，不是哎，我居然不知道。他说二月比较多，二月应该比较多，四月应该是三个场地。嗯，因为四月一开始第一次就是在七七，Oh my god！ 从四月开始换。今年都抽这么快吗？有吗？之前有抽很慢，都蛮快的、啊。之前抽一个小时啊，啊真的、啊？今年以前吧，就也不对，去年以前啊。我怎么记得我上次也是抽半小时？对啊，看还是只有我，应该是从你开始吧？从我开始，只要是我抽，就会只有半个小时。你知道以前你一个小时都多尬吗？有吗？你大概五分钟抽完，剩下的是55分钟。那你在干嘛？哪有抽这么快？有吗？那次跟小迪生日会那一次，然后你抽很快，大概不到15分钟你就全部抽完，然后你就说接下来45分钟干嘛？下播。下播不能下啊，那个时候。现在是，第二抽，第二抽。我刚刚好像刚31跳起来。哦，第二抽，不是三十一，不是三十一，跳得不够高。21到25，121到125哎。哦，差一个。哎，真的，我还差100。你没了，你没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在第二抽吗？第二抽会那么不开心的感觉？第二抽的表情怎么这么不开心？他说第二抽比较接近中间的位置。第二抽是这样算过来的？对啊，从左边算到右边。哦。然后一排大概15到18个位置。你25号，但是是二月。在下面。等一下，二月不是跟二月出来吗？你是2月25，二月是25号，所以是27哦，27。他二十七抽，差好多。一个站起来拍照，那可以站起来拍照啊。一个可以站起来，一个不可以站起来、啊。他的25在我这边比较好，但是他是这边的。还是你拿这个25去看林一？不行，要不要？开门口就被拦截。你在你的票上面多画一号，多画一号，125，一二五。你先把那个125的人打晕，就可以进去了。我会顿时证件资料，打晕之后要抽，要抽证件，抽抽。好，现在是28，二十八。看什么谁的跳出来了？跳出来了，他的28出来了。那林一要摇签了，对不对？不是31，不是31，31要第一抽了。在最后一场，哎、欸，我的31在第一耶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是太相反了，然后你看你，我，哦，好笑啊！同一个号码在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命运，同一天的命运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等一下这个星星很难猜，自己造的孽。这是我的第一抽。6到30，31到35，好重。哎，我是这样倒过来，好笑。你们两个讲好了是不是？对，很好的。15那个眼睛，这边呢？这个眼睛。抽签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我们的头跟尾是完全相反。要如何才能去生日会？已经坐车，你
可以去三月的。你可以在场外。可以上下班路。生日会的话，就是我们活动公告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售票，然后有买到票的就可以来参加生日会这样。你可以其实严格上讲是卖周边，可以等三月。嗯，对，后面还有三月跟其他月份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二月底，因为三月就已经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。嗯，近的话可以走路，走路来，对，走路来，对，走路来。那你可以骑脚踏车，可以坐骑人车，那会场也可以走路，小心不要迷路。那个会场蛮大的。现在有人在出票是怎么样？去台南对不对？会很烂是不是？去台南对不对？傻眼。我们抽完了。如果位置很烂，一切是他们两个抽出来的。早知道我们一起抽，可恶。不能只跟。不是他们那边还有两个人的粉丝。哦，对。你那边就你的粉丝。我这边就我的，我自己有在说。用到他们两个来陪我，他们也有分。三一到三五真的没在，会不会等一下第一排没有人啊？第一排没有人出现，他们去台南。第一排没有人出现，那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第一排是台南了，完蛋了吧？那你这边也是，如果整场没有出现，就全部都在台南。28都在台南，好伤心哦。台南去台南的那个周边都收回来。没有补给，对，没有，没有补给，收回，就你们讲的哦，没有补给，你们说的算，没有来就没有拿周边啊。一般会开放，就是真的帮他寄啦，或者他朋友来帮他领啦。对，但你们如果说不行就，我说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之后有必要再申请。我先那个收钱。然后再有必要再跟官方申请就好啊，你再知道是谁就好。如果要那个周边，要先寄礼物来，不是这样说吧？礼物要先寄啊，要先寄啊，我要 check 过了，帮你打勾，我再给你寄。你们放心吧，没有啦。任务完成。小安是不是去看蔡雅恩了？在台南，要礼物。好了，我们的任务结束。结束了。这个是一月的，这是二月的。对。看得到吗？看了吗？大家参观一月的。讲这样，你们可以截图。因为截到零一吗？因为感觉根本就没有人来看这样。你放心，一定有截图的。嘿。二月。拿出来卖比较赚，你说周边吗？你们周边越来越复杂了。我们的周边越来越庞大，越来越麻烦。你的周边是真的麻烦，就是有点我也不知道我的周边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，但它的周边没有一个主轴，它没有一个主轴，它就是它周边主轴就是零一，就是。我想要有放在那个桌上，我想要这个，想要这个，然后又想要这个，又想要这个，然后就变成非常贪心，非常，因为只有一个人非常贪心，有看得出来，在这里，有这里说很贪心，反正印出来价格一样多印几个，说好想要啊，然后姐姐说还是多做。不是你要知道哈，你才一个人，他还是要修四张图，你知道吗？比修我们还多哎，没事啦。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。希望二月二十八会看到你们哦。不应该有空。然后他在下面给你回台南见。谢谢大家。吃饭了，下班了，拜拜各位。拜拜。二八见哦，要来哦，必须来，是台北哦，不然没有周边哦，台北见哦，二八是台北见哦，台北见哦，后台见哦。